早晨啊，早晨啊！今日咧行青山啊，不过就唔系由青山脊咁啊楼梯上去青山上边，咁啊今日选择行白崖啊，咁啊上去嗰个孤增石，再上青山顶，咁啊由南脊嗰度落翻山。未行過呢一段，之前啊正式路徑上去青山頂又試過，青蝶石河又試過，今次就試下白崖啦。誒，師姐，嗨，早晨啊，早晨，又拍你咯喎，係咯，又係你帶我，唔好成日拍我喎，唔拍你。梗要拍你啦！丑态出晒，冇丑态嘅，又系呢条长命车啊！哇，好靓喎啲炮仗花，啊，几红？哇，靓啊！红得几犀利？拍个照先。喂，靓喎，呢条好密喎，红得几犀利？喵。喵！前住你啊，跟住你啊，一啲都唔生保啊！見慣啊嘛，冇嘢食啊，貓貓。喵！喵！喵！啊，行咗一陣嘅，解除束縛啊，好熱啊！上斜路可以锻炼你的心肺功能。哦，咩啊？可以调转行落山，对只脚又系冇咁大嘅伤害嘅。好，就嚟到嗰个牌啦，向海名山啊，杯道。向海名山牌坊啊，建于1929年啊，青山十景之一。回头是岸啦。左边呢度继续上，好，天梯嚟啊，不过我哋唔使行晒天梯上去。我哋去到中段就横移过去白崖嗰边。如果假日嚟啊，超多人，一家大细。今日天气都还可以，20度左紧，舒服嘅，应该话系冇咁辛苦啊，唔系舒服。今日其實有諗過咧，由南脊嗰邊上，咁啊，但係南脊上去完青山頂，又要落翻嚟，又要再上翻去白崖嗰邊，咁啊，唔用咁多時間，咁啊，橫掂都係想去白崖，咁啊，直接青山寺呢邊上咯，咁啊，上翻青山頂啊，再經南脈落翻去。好，行到呢个位啦，呢个分叉位啦。呢边白崖，诶，嗰边孤增石喺上面嗰度啦。呢边正式梯级上去青山上面，呢边过去佛土崖嘅呢条路，白崖啊。就嗰度，嗰个位侧边有条路可以上去上边，唔使经呢个白崖直接上。不过就见好多人喺度玩攀石，系啦，真系呢条径呢度过去，唞一唞先。
好，出發。暫時都是呢啲咁嘅山路，未需要爬。其實呢段都冇乜要爬，你唔行嗰個崖直上，側邊有路上。哇，呢度好舒服。哦，呢段要上啊，呢度上。好似攀升，呢度应该是那些石河，小石河。呢边是崎岖少少，唔直少少，但系路况都明显嘅。有绳啊，不过唔建议用。如果自己爬到嘅话，睇落啲绳都实正嘅。咁啊，小心前边有石路啊！系啊，唔好跟得太贴。呢段咧，呢段系比较好斜，同埋有啲碎沙石，要小心啲。如果唔得啊，真系要掹绳。嚟到呢个位，呢边可以继续过去白崖另外一边，我哋由呢个位上。早晨。早晨。你哋喺呢度上？嗰度都得喎，好似系嘛？正常路呢边咯，嗰边就白崖另外一边咯。系啊，我喺嗰边先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诶，对唔住，唔好意思啊。嗰边系过去白崖嘅另外一边。系啊，冇错。可能过去嗰边啊，可以上去呢边啲旧石，呢个崖。我哋系经呢边上，喺两个崖之间呢度上。孤增石就喺照上边，上嚟边玩下先，因为未嚟过，真系望清楚先。呢边上嚟啊，上嚟先啦，系啦，呢个位上啦。呢、这个位又过嚟望下咩先、啊？正常就系呢个位上，望下呢边。呢边应该玩攀石嗰啲人，啊，有啲扣喺上边啊，呢度，
可能在那边可以过去玩攀石。我们走右手边，没那么难，这些全部落晒扣玩攀石啊。这些要小心点，有些人在这个位置上，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摄上去，这个莫非就是孤增石，是吧？上到嚟孤增石，孤增石系咪上面仲有噶？呢嚿似唔似啊？少少似啊！行出嚟先。出嚟望下，哦，好靓啊！哦，诶，头先我哋喺嗰个无线电站嗰度行过嚟，行过嚟，跟住爬上，行上嚟呢个位，咁啊再上呢个位，好快啊！哇，呢度呢条罅位摄上去都高难度啊！是攝到的，見啲人啊！對面九景山，哇！這個 view 靚喎，真係白崖。你睇下 V 仔師姐一馬當先上咗嚟啦！一馬當先，你讓我啫，好靚啊！靚唔靚啊？靚我。現場睇幾多氣勢啊！冇錯。嗰边其实都可以上嘅，行过，不过要爬啲石咯，有尸体嗰度下边。啊，几有气势呢个白崖。正啊！呢个未系孤增石，要再上。橫移過去先是孤增石，頭先呢個位置上，依個其實唔難啊，佢全部有啲守位，係有守位啊，係啊，有守位有腳位。你叫你爬崖嘅話，慢慢即係睇定咯，要真係。係啊，同埋唔好跟得咁貼啊，驚佢落石。我留意一嚿石喺松。哦，诶，头先咧下边呢个石都影相，上开嚟，孤增石，孤增石，哇，有铁链喎，边个位置似先？呢个就系孤增石啦。
你上面走。放低背囊先啦，你。呢边就呢个孤针石就冇，嗰边个石咁靓，哇有吊钟花添啊，有一棵好细棵吊钟花。有啊，铁链后面嗰度有路继续上嘅。应该有人爆出嚟嘅，睇头啊，睇个头啊，果然可以用第二啲方式唱啊！用我谂到嘅方式，冇所谓嘅。睇头啊，后边啊，睇头睇头。即落就唔惊，上就惊，同样都系硬棵树。影完孤针石，试一试行呢边吓，有冇路上去青山先？沿途有条铁链喺度，有丝带，铁链仲密。锁住晒，呢边唔好行出去啊！好跣啊，啲沙石一跣就直落噶啦。有啊，呢边有路上。呢度啲铁链，即刻令我谂起天门栈道啊！屯門的天門棧道啊，有鐵鏈啊！上到嚟依個位置，哇！呢度啲鐵鏈一條、兩條、三條，喺呢度玩。係啦，應該沿途有鐵鏈，前面又有。小心掹掹树啊！呢度啲绳花晒，有铁链，有冇锁匙啊？呢条路呢度咯，沿路有铁链，系啊，沿路有铁链嘅。哦，差唔多到啦。哦，到啦，到翻嚟正式嘅山景啦，青山。哇，最爱嘅青山腹地啊！哇，依然都咁靓啊！
石咧，都似一个裂开咗个心啊！行过嚟个心形石、碎心石个顶度先。啊！呢条坑位影过去，青山都几靓噶，啱啱对得到喎。试下落去睇下先。呢边呢一个就系头先嗰个心形石嗰条裂痕啊！落到呢条罅咯，但入唔入到去影出嚟就另一回事啦。哇，诶，好窄噶，未必入到去喎。睇下先，哇，哇，同老鼠石嗰度差唔多啊！嚟你落嚟，企个位，我影出去咯，影个青山。扎个，哇！好窄咩？我使唔使捐入去帮你影啊？唔使啦，唔使啦，唔影啦。我应该可以嘅喎。你入去唔使啦，唔影啦。我觉得我系可以嘅。系咩？唔影我唔捐。唔使啦。上，上直升机平影过嚟。直升机坪呢度系咩？系啊系啊，直升机坪喺度。冇啦，绿屋。好，行落嚟呢个位影下先。OK 啊，呢个位都冇阳光啊，暗晒。不过次次嚟都好多人。成站逼曬喺度就冇上嚟打，今次啊一兩個人就即管上一上去影。咧上邊，好上埋去上面標高處。好，哇冇人影，冇人嘅標高處，有冇搞錯？第一次。未试过，第一次，第一次啊！啊，咩啦？成个标高处得我哋两个人，未试过。诶、啊，南脊嗰边落山，青蝶石河。好，呢边落去南脊，到达另外一支标高柱，南脊落山呢支标高柱，嗯，将嚟落呢边，到下边嗰度。新嗰支，青山，跟住过咗嚟呢边呢个应该系富峰，跟住沿住南脊落嚟，继续一阵呢度
落去。哇！大峡谷啊，冲沟，大嘅冲沟。呢度假以时日冧啲，冧啲，冧啲。呢度假以时日再冧下冧下，好似系一线只噶，你变咗。冲沟啊，好大条。迟啲仲变咗一线只噶。行嗰个源头山，佢变咗条。到啦，到啦。哦，到啦，师姐。哦，完成。诶，头先我哋喺青山嗰边啊。行翻落嚟啊，经缆脊，师姐，系远胜，搞掂啦，搞掂啊，非一般嘅行山路径，行山路径啊，啊，过马路小心啲啊，要，系啊，系啊，咁啊，青山今日行嗰条未行过嘅，过唔过瘾啊？过瘾，缆脊都靓嘅风景，临尾仲整个头像，唉，太过分，系嘛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